地震，哎，地震，哎，哇，这很大哦，哇，震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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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发觉是地震，立刻就护着头，台支援到电视台录一日系列，没想到就碰到了花莲规模6.1的地震。哇，阿弥陀佛，这真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双手合十，赶紧念阿弥陀佛。到底晃得有多大？只见吧台的灯360度不断的旋转，可是让所有人全都吓坏了。一开始的时候是大概是这样子左右摇晃嘛，突然间变成上下，哇，这有点恐怖。而 Melody 也刚好在录直播节目。哇，好恐怖！真的很大的地震哎！Oh my god！一阵天摇地动，让现场女明星全都尖叫声不断。我们现在在几楼？我们现在在几楼？我们在14楼。哇，真的很大的地震哎！只见 Melody 一脸惊慌，赶紧抓着一旁的陆佳怡、舒涵紧张，港星钱小豪来台办活动，也刚好遇到地震。我没有吓到我，反而觉得很开心啊！那个看到我第一次看到地震。 真的，这样我在香港没有看过，第一次的体验。对，第一次体验，看到那个灯反来反去。钱小豪表现得很镇定，但是艺人王彩华可是在录影的休息室里面，马上躲到了桌子底下求平安。天后蔡依林也抛出灾情，原来是她的金曲讲座也活生生的被震断了。突来的地震可让不少艺人惊慌失措。三立新闻郑世新、李慧泰报道。